在伊朗逛街时被小姐姐围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先是大家合影，然后每个人和我们照一张。看到了奇怪的机器，不知道是干嘛的。啊！终于能安安静静的买个冰激凌了。我们吃完了难吃到极点的虾之后，决定溜溜神儿，两边全都是各种店铺，有很多卖衣服的店，还有卖果汁的店，我都想喝果汁了。在这边的街边可以看到这种东西，它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的花圈，就是比如说这附近有谁去世了，他们就会在街边上立一个这样的东西，会点蜡烛，上面贴着这个逝者的照片，摆放固定的时间之后就会撤掉。我们刚刚在过那个环岛的时候好恐怖，我们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没办法过得去，于是我就盯住了旁边一个当地人，然后他走我就走，他停我就停。过马路惊魂，就晚上这个时候车更多了，然后过马路更危险了。这帮孩子干嘛？你好、啊、你好你好 OK 这是这次买单饼，果然还都是小孩，还没到得戴头巾的年龄，和陌生男性照相也没人管。先是大家合影，然后每个人和我们照一张。没事吧？没事。然后谢谢你。拜拜。三点点。看到一个地铁站，刚才那边有地铁牌子啊、哦，你能看到那个，它有那个 M 那个标啊，就是这是什么？看到了奇怪的机器，不知道是干嘛。啊？你别动，这不可能，前面有镜头。那个是照片。哦，我还以为你真说是切了肉片了呢。菜死了。哦，好厉害，这应该是上映片子的名字。在这买票。哦，那那就是电影放映机。咦，这都是银的，银锅、银碗、银盆盆，还有银天鹅。啊，万恶淫为首。别烦了。这边还有小银镜子。哦，还有中国龙。狮子都在吃龙。嗯，我开始觉得不爽了，怎么办？其实你看他们这么点小孩都可以在街上走，就说明这儿的治安其实还是可以的。你发现没有，这条街你看不到骑摩托的。对，顶多有骑自行车的。Hi. Hi. How are you? I'm fine.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What's your name? Danny. What's your name? Sean. Yours? Honey. Honey.又开启了和每个人合影的模式。Thank you. This is last time I'm very good in Julian beginning. Okay.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are welcome. Good luck. Good day.这样子，那个每一个都想照相。果然在伊朗还是有很高几率碰到有人搭讪请求一起合影的，一家人然后先一起合影，然后一个一个一个再合影，然后还有摆各种各样的姿势，大家一起 photo picture everyone。 现在我们要去找冰激凌店，我渴了，我想吃冰激凌。看到一家有意思的店，看了一会儿才知道是给薯条起酱。我们在街头看到了这样的小吃，之前也看到有博主介绍，好像这是伊朗的一种很有特色的小冰品，我们打算买一个尝一尝。不过这家店的购买流程有点复杂，而且语言不通，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家卖冰激凌球的店，终于能安安静静的买个冰激凌了。这时候我们的麦克风没电了，一盒俩球，一个球20万里尔，一共花了80万，一盒是草莓加香草，另一盒是巧克力加香草，味道还行，用的是真牛奶，就是对中国人来说比较甜。又在公共花园看到下午冲我们骂骂咧咧的小猫，喜欢就点赞评论吧，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可别错过我们接下来的精彩旅程。